全世界、全球啦。现在的苦难真正是偏多啦，这就是世间世代不凋啦，灾情偏多，所以真多无法度一一讲吼，去了解众生多少偌济人啦，伫咧受苦难，所以咱爱悲心柔怀正切，菩萨啊，菩萨心爱是安尼啦，要安怎帮助，安怎救济呢？自身机构开始啦。Membantu masyarakat yang terdampak daripada erupsi. Lagi pula masa-masa sekarang kan masa COVID ya. Berarti kan orang berdampak kepada banyak sektor ya. Dengan adanya bantuan ini minimal bisa terbantu lah masyarakat Tanah Karo ini. Kegiatan pertanian masyarakat ya, karena terdampak kepada perkebunan baik itu sayur-sayuran maupun tanaman lain yang ditanam oleh masyarakat, sehingga dengan bantuan ini paling tidak bisa meringankan beban masyarakat yang terdampak. Zuxian Danwei kai si ne jiu xi ai ani kuan de douwei wu zai ran kai si douwei ne ji zun bi ya qi ting xi jia si ne guan huai la wan shi jia bo ying。所以呢，爱入观呐，看看多一个所在有因缘呐，会当前后呢付出，赶紧及时呢救灾难呐，这救人真正真多代志爱做吼，辛苦事多啦呀，苦其不易，福为所缘。还要呢，向因说法啦，那来用方便法，及时来给引导带路，带伊会当行上安全的路。甲因讲，真正的佛道也过遐远爱行，大家人挺起心来，方向对准。向前前进，这就是菩萨来引导众生啊，避免顺顺善诱众生的方向，亲像这疫情啊，安尼呢，伫咧一直一直伫咧进行中，进行过程中啊。会当的话，因就是尽量安怎样，互因会当接触到，也好好呢向素食。Te me sentía muy estresada, me sentía estresada y este y ahora ya no, ahora que tenía el yoga y lamentablemente pasó esto, pero pronto ojalá que vuelvamos otra vez. Para proteger a tierras, no come mucho carnes.Mejor no carnes, sin carnes, puro vegetales, así. I like to eat vegetables because it's good for your body, for health, for the environment, at least 2 times a day. Su Chi has honored us by coming today to help out people in Diamond Bar that need help with assistance with food and resources, and they're sharing their love and compassion by enjoying the time with us and helping us out here in our community. Only for breakfast?Can you know me? Oh, thank you so much. Can you write down your name for me? 吃素食的话也对比较环保，因为减少这些不同动物的一些这些 byproduct， 所以可以尽量环保一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活动，愿意支持。你看看哦，这是满满的一个成绩哦，满满的成绩单哦，好多好多人哦，大家都很同意，认为说在这个 moment 呢，他们都愿意跟我们一起，就是加入我们的劝素行列。爱护生命，也要斋戒，因呢尽量啊，有法多接触的范围内，救灾
同时呢，也爱救心啊，提倡斋戒，那何用呢？素食，这素食唔是讲啊宗教所要求的素食，是真正呢，要安怎样保护人人身体健康，卖去甲动物啦、啊，动物迄、那个细菌或者是病毒去甲伊交合、交结着，安尼呢食物链啦、啊、来引火人，即个人呢吃了动物啦、啊、发病啦、啊。感染予人，这是吼真可怕，所以人也有迄个勇气，把迄个欲啦、口欲断掉，五谷杂粮啦，会当健康身体，无有迄个动物，来个人啦，人吃动物啦。迄种诶食物链诶优势吼，那入咱诶口中来，会当讲人有人诶世界诶健康，动物呢有动物生命诶权利，不受伤杀，一人呢卖去侵着动物诶世界，人有人呢平安健康啦、啊。无病痛免瘟疫的机会，所以呢，人若会晓觉悟啦，向正道法啦来精进，自然啦大道平坦正行，这就是《法华经》内底也爱教育，过去的教育有含着。这的文字的意义在咧甲咱教，现在呢也是同款安尼，希望咱人的心爱正向正道法，这些每一天啦、啊，爱方向爱进步啦，所以咱爱修持读诵思维是经，为他人说。爱好好啊，来读诵这部经，咱才会当正方向无偏差啦，条条是道。但是呢，回归入佛法，在这个时代，就是呢，大家人爱回入佛法这条的大通的道啦，菩提大的道都是在这。所以咱爱修持读诵，路安怎行，地理安怎看，真正咱的这个地理啦、方向啦，就是爱安呢，才会正确吼。所以为他人说，咱一方面行着路啦，一方面呢爱回过头来，甲大家人讲，行好好。对家来，所以为他人说啦，所得福德无量无边呐。安尼，咱一方面家己修行，一方面顾别人方向唔通偏差。安尼呢，真正是功德啊，功就是下功夫，向前行好准。定呢，就是咱路有准啦，向后边照顾啦，这就是定啦。咱的德行，除了顾家己的方向准，咱要阁顾别人啦，来引导他人。咱德，咱好后面爱教，这叫做德吼。所以啊，功福德啦。做好的德啦，会当个人就是福啦。
向前呢，前进无偏差。这条路咱珍惜，这就是德，德就是德啦。得到这条路的方向正确，这呢是咱所得到、所得到道理啦、教法，咱清楚是咱所得到。就亲像这条路，咱珍惜啦，咱阁会当引导别人行同款的道理。所以呢，福德无量无边呐。会当引导真多人吼，结真多好缘，所以呢，福德无量无边。